你来坐后面。大家好，我们开始吃早餐了。那我只睡得很晚。另外两个朋友嘞，还在睡。日出三人组跟早餐三人组，其实我们是五个人来旅游。没错。太近了吧？进去的两个人。你两个坐那桌。哦，你以为我们俩还在那？还是你要跟我们坐？再来一张过来。我以为宿舍有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你可以去那边里面。哇，而且他说还超歪。他在躲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正常一点。我剪在哪里？我们正常一点。我们两个把蛋放到粥里面，然后嘞，我说放进口里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没听到，你就不用自己笑自己。好漂亮哦！啊，五年，原来大家的白痴追求，什么？哇，姑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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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安静的，哦，讲，可以看到行吗？我们要变身，对，化妆。欢迎。我们在等三个女人化妆。对啊，好久。我就是其中一个。你不要吓人呢。八零年代妈妈桑，郭妈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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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一声来听听。郭妈妈。你好像阿纪。太没礼貌了吧。化完妆。头发还是一样很软，是在戴绿帽啊？戴绿帽，绿帽。我们昨天拍拍你的，只有郭芳，这两个好像鬼。我们两个，我跟罗凯直接不见，直接完全不见，连眼睛都看不到那种。是的，就完全没有啊。是不是很抠嘞？你根本还是拍照。我们现在你在录影哦。对，快点过来。这什么？充电器。我们现在准备从民宿离开，出发。去哪里？武陵。好哇！那你看画面，画面好漂亮哦，超美。没有，我好像没有看过外面的城市，下面有超级超级漂亮。哦，你不开心？我没有。你不开心，你要早说啊！你不开心，你要早说。你在怪谁？你在怪谁？我说他重骑。他怪我，因为只能说导航的。重骑，骑在哪里？骑到红色，骑成别的颜色。他可能那天太黑了。对。在抱怨。他在抱怨呢。上面有，应该有那个接驳车，直接自己坐下来，一定又有了。下来我们就变四人座。不要。好，我们到武岭了。我们现在在武岭了。耶、yeah! ！看一下风景。来，把你拿开来。实在是有够冷的。谁刚说不冷？我以为不冷。阿姐打开那个武岭的牌牌。有人在拍照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武岭。小偷就想偷走我的外套，真的不行。这是你第几次来武岭采访？第三次。好漂亮哦。接驳车下山，我们抛弃他，谁可以接他？谁要接他？报名，开放报名，只有一个人报名。那个人可能还不过来了。他等一下，成功吗？等一下搭接驳车下山哦。
我可以直接用这个录影的拍照，一二三三三，哇，好好看哦！快点，一二三，开始喽，你要那个音乐吗？要三二，三二一，哎呀，快点，你自己后面配音好不好？我们自己在，好，三二一 ，Go， 要做。上车了，里面超级贵的。那个里面大僵尸更贵啊，对，大僵尸比较贵。小僵尸，小僵尸，小僵尸很好看。我们在五岭拍完照了，三只骆驼，嗨嗨嗨，根本就不会冷。快点，我们来一个荧幕截图，要定迈向 YouTube。一二三，对。OK， 他都要啊。刚刚其实拍的不错，但是我刚好被那个挡。给大家看拍立得好了，黑掉 ，OK 啊。维凯，没关系，跨不出来。有点亮。博雅。真好看，方池。哎，为什么我抓个好吗？好，我抓。哎，我的小池，我的那个吗？哎，我不知道我的在哪里。你要换掉啊！手快乐，心里快乐，有点错的才能和对的相拥，离开就爱，像坐慢车，开到车了，心就会是晴朗的。分手快乐，能把谁的幸福没收？分手快乐，土房子啊！我把你当成成为泡沫，我不怕带我走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哪里？亲亲。十分钟亲亲，因为驾驶说他耳朵痛，所以要唱那个唱更高给他听。以毒攻毒，以毒攻毒，耳朵耳鸣要唱更高。你会死掉吗？所以你有开心吗？而且他刚好说完，等一下。你分享你一代四的感受。一代四，可怜哦，可怜，可怜哦，无人会晓开山咯。我会晓诶，我会惊，我会惊，我会惊，你知啊？你会晓，我会惊。出现，我还在俊仪，陈英子不见了。就那个感觉，你比较矮，没那么高啊。我们要走下去清静，因为没有停车位。你要拍票干嘛？我们到清境了，好，耶、yeah ！真学生，真学生，真学生，假学生，这里是清境农场。我帮你各位开趴。哎呦，这录影，大致录影。太阳了，太阳。哇！哪里？哦，红色的羊羊。好像其实用到的，好多人哦！你怎么自己在这里？我们现在在清境，然后我们要回家了，因为好开心哦！因为有人，他说有人要上班，可怜可不，再见。可怜可不，我导航了。哎，下课了，快点，要回家了。下课了，等你下课。等课了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一路回家。郭方是感冒了。今天开心下课了，下课了，今天很开心，超好玩。没有，我们最后的一站是火车站。OK， 最后一站是送郭方石回家。你等下先整理那个饭盒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